白带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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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海滩，可以让你在海里面享受到地沙渔港，还可以夜钓索管，搭船出海体验并品尝新鲜现捞的索管，就很好吃，很新鲜啊。然后在船上体验，还可以就是吃着沙琪，就是体验就是非常的开心，对吧？很难得的体验。 刚钓起的鱼跟索管马上就被抓去做成熟清的生鱼片，直接送进嘴里大口吞下。一趟夜间出海，尽管晚上有些风浪，但可以欣赏到基隆美丽的景色，还可以大口吃下最新鲜的海味，让大人小孩都满载而归。凉拌索管清爽的和风口味，还是索管包飞鱼软。除了海上夜钓的刺激行程之外，业者还将一道道让人流口水的索管创意料理端上桌，美味指数破表，要来挑战民众的味蕾。记者朱丁龙、李逸璇，基隆报道。